哇，张神云厉害厉害，黑马黑马，哇，坐标女王了，太厉害了！你会不会跑错棚了？应该参加武力全开嘛。我就跟那三个小朋友说：“哎，厉害吧，厉害吧。”三个说：“好厉害，好厉害。”吓到腿软了。但是在中间突然有忘词，对，有一点点。他说：“啊，还好，机会来了。”你们单独瘦了一下，耶耶耶。基本动作都做很好，你知道为什么要肉肉？因为他弹的时候肉才会叮，整个人都很有动感。那观众看了就，国标舞就是这样的好看。我欢迎你加入高手啊哈！那唱歌是先学跳舞才学唱歌？对。那你这样一面跳一面唱，对你来讲真的是很吃力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忘掉词。因为刚刚那时候就是觉得喉咙好干，然后就吞一下口水，然后就。就卡住了，能歌能舞，把我们青少年组注入强心针。没错，其他三位我看危险了，来鼓励一下，表现得很好哦，真的，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好。是是，谢谢瓜哥，继续加油。是。